咱们晚上啊接着打麻将。哎，好嘞。儿媳妇儿，你回来了？你开空调了？哦，今天外面40度，太热了，我就开一会儿。你天天吃我们家喝我们家的，你现在还敢开空调了你？儿媳妇儿，你看你养的小狗旺财，它整天都开着空调，我就开一会儿行不行？你还敢跟我的旺财比？它可是国外品种，血统很纯的，它能开，你不行。那我就关了啊，关了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吧，省得在这给我添麻烦。那我等我儿子回来，我跟他说一声吧。不用了，你儿子出差回不来，这事儿啊，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去，一个小时之内必须收拾完。那好。儿媳妇儿，你这牛肉干我在这路上吃可以吗？这个牛肉干是我给旺财买的，你拿走了他吃什么？这儿大面包拿走吧。好吧，儿媳妇儿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得看看你的包，别顺走我们家什么东西。不会的，拿来吧你。翡翠手镯，儿媳妇儿，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。你儿子买的，那也是我家的东西。这个手镯呢，就当是这几天我伺候你的劳务费了啊。赶紧走吧，走啊！你怎么带着妈的手镯啊？妈呢？啊，妈回老家了。回老家了？在咱家住的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还走了？哎呦，妈说她太无聊了，不太习惯。就走也跟我说一声。走了就走了嘛。对了，老公，我待会儿要去打麻将，你一会儿啊自己点外卖啊。好。麻将了，站住！哎呀，人家三经理等我呢。翡翠手镯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哎呀，走都走了，你还唠叨什么呀？啊！你个畜生！你居然敢打我，信不信我跟你离婚？我打你有错吗？我爸走得早，我妈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我养这么大。我妈她知道你嫌弃她，瞧不起她，这么多年从来都不敢来城里看我。要不是上个月我妈生了一场大病，我不得已从农村把她接到城里来。但是我真的万万没想到，你趁我不在家把我妈赶回了老家。她在农村是没有人照顾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想她在农村自生自灭吗？你干嘛去？我去把我妈接回来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香香，咱俩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班不用你上，家里活我不用你干，你想吃什么喝什么，我都给你买最好的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价还价？我还就告诉你，在你跟我妈之间做选择，我肯定选我妈。你这不就是没人支持你的？我就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我也要把我妈接回来。回来之后，咱俩马上去民政局把离婚手续办了。
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